要玩一些 special 的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岸边玩得到的，在包船上面可以玩得更丰富、更好玩，随便你玩，无限次玩都可以。水上摩托车都有，我从来都没有试过，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我这辈子。畅游高雄港，然后还可以跟我们艺人表演，然后还有小提琴、钢琴，然后大家可以尽情的观唱，对，现场演唱。哦、有澎湃吗？有哎、欸，好多东西吃的 buffet 哦，怎么可能？随便你吃，随便你喝，然后你可以坐在船的船头，然后看着港边的风景。爱是暗时十点半，三立台湾台青春好铁佗。